強賽事咧，真係越打越刺激，越打越鼓勵唔到好多意外驚喜啦。不過其實咧，即係我想講翻上次日本嗰場波咧，即係見到啲球員同埋球迷咧，真係好團結一致㗎。嗱，踢罰球嘅時候咧，啲球迷就會咁樣啦，即係好似發功俾力量佢哋，好感動。係啊，但係當日本隊輸波嗰陣咧，佢哋都好團結咁，好唔開心，喊咗出嚟嘅。不過唔緊要啦，今屆輸咗，咪下屆再嚟過啦。成日都話睇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有線高清嘉年華啦。嗱，我唔係亂講噶，你睇見好似校長譚詠麟咁樣嚟足幾晚，就知道我哋四百寸嘅大銀幕有幾咁吸引啦。2010有線高清世界盃嘉年華嘅吸引之處，當然唔止全港獨有嘅四百寸投射大屏幕咁簡單啦。大會每晚都會請嚟唔同嘅嘉賓同現場觀眾大玩遊戲，而呢晚就有 Kama、羅海山同埋方浩文。首先第一條問題，今晚嘅第一場比賽係邊個對邊個？快啲！唔係舉手啊，方小明。哎呀 ！Kama， 好。舉手啊！係荷蘭對巴西。冇錯。風車係邊一個國家嘅象徵？快啲跑 ！Kama， 起身先答，起身先答。荷蘭。係荷蘭係啱嘅。而座上客就包括我哋有線電視主席兼行政總裁吳天海先生以及譚詠麟。校長更加作出賽前分析，預測一下巴西對荷蘭邊隊贏面大啲啊！我話俾你聽，其實咧，我淨係想嚟入嚟睇一場好波啫。不過聽完佢哋兩個咁講完之後咧，我另外一番理論係呢番理論就係荷蘭係一個水都嚟，水都係出產咩咧？水蟹。而巴西咧，巴西嘅教練咧就係鄧家，鄧家表哥。就係叫艇家，艇家咧係好熟水性嘅，所以巴西咧專捉水蟹。雖然五屆冠軍巴西最後不敵荷蘭，不過始終都係一場精彩嘅賽事。校長認為，好似巴荷大戰呢啲高水準嘅比賽，點都要喺嘉年華嘅四百寸大屏幕度睇先至夠過癮啊！嗱，不得不問校長嘅，連續嚟咗幾晚啊，係咪真係好欣賞我哋呢個四百寸嘅高清大電視先？真係。因為係睇到連草頭都睇埋，連即係成個氣氛啊，各樣嘢啊，即係好立體感嘅。雖然唔係 3D， 但係嗰個感覺都好係好真咯嚇。但係我想問校長，即係嗱呢排你又忙住唱片啊、演唱會啊、啲 bling bling 嘢，晚晚都睇波，即係啲時間會唔會好交錯而家啲時空開始啊？我而家活喺歐洲啊，同埋非洲嘅時間入邊。係，即係你有冇依個？梗係。係啊，南半球時間表嚟㗎。係啊係。俾世界盃搞到睡眠不足嘅，仲有方浩文。佢覺得無論幾眼瞓都好，點都要支持一下呢個四年一度嘅國際盛事啊！有冇睇過邊一場波令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有冇真係喊到好犀利？睇住佢黯然出局嗰啲咁樣咧？南韓嗰場啦。南韓係啦，即係哇！我睇到我仲覺得好似係，可能始終都係亞洲人啦，會有一種即係都係有嗰種亞洲心啊。咁雖然而家都即係。都出咗局啦，咁但我覺得始終都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場嘅賽事咯。喺睇波之餘，卡瑪亦都好關心時下僆模嘅新聞。最近有位僆模 Debbie 曾麗儀將一段疑似施暴嘅影片放上網，卡瑪都表示自己睇完之後俾佢嚇親啊。其實我有啲嚇親㗎，係啊，即係我開頭我以為係咩事啦，咁但係哇睇到，因為我識得 Debbie 嘅，咁我就覺得。啊、oh, ！即係好想像唔到，但係依啲其實我諗，因為係佢自己公司宣傳嘅策略啦，咁佢都即係我諗佢都自己好難控制嘅。但係即係我認為咁樣依個宣傳手法就有啲唔係咁好。